你这个小兔崽子，你，哎呀，还嬉皮笑脸还想笑啊？你是什么玩意儿？你是救我？救你？谁救你？啊？哎呀，你给我跑，往哪跑？哎呀，哎呀，你太不像话了，你！这怎么了？这开学才几天呢？这干啥啊？就鸡飞狗跳的？你都是你儿干的好事儿啊？儿怎么了？你儿怎么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儿今天考试考什么？考的什么样？啊？考什么样？你自己猜。考第一。第一不好吗？倒数的啊。不怎么数他也是第一啊。考了多少分？考了多少分？还笑20分。哎呦你还铁脸能笑出来考20分啊。老师可找我了，我告诉你啊。怎么了？老师让我明天上学校，我可没脸去，愿意去你去，你别让我去啊。我脸皮薄，你脸皮厚，你去吧。你这哎呀你看看你。这还是你没教的好呗。我怎么你天天都是头10分钟母慈子孝的啊，过了10分钟鸡飞狗跳的啊。你说吧。那孩子也没继承，真是哎，我这个优良传统啊他都一点没继承。那你继承我了呗、啊、我小时候考试考20分啊啊。你多没多哪去吧。明天你去。我不去啊。你去干啥？不去啊？上学校，老师办公室，老师找，让家长去。你去，我不去。老师找应该是你去啊。真丢人！你爱去，你去吧。你还舔着脸笑呢，你。